随着人口和人口密度增加，工商业的发展一日千里，有环境污染就自然有水质污染。水里面的污染物不是全部都一定对人体有害，有些只不过是令水看起上来不漂亮、不够清澈，或者有怪味。当然这些水质的问题对于食品工厂、餐厅、酒店、度假村来讲就是大问题，所以雅佳净水作为水质专家的就会经常收到求救电话。水质污染对于人体的伤害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病原体，即是细菌、病毒、真菌、线虫、寄生虫等等。这一类的污染一般都因为卫生环境或者是卫生意识未够普及而引致，当然亦有可能是因为附近的农场缺乏监管或者是污水处理失当而发生。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成本相对很低，大部分都是靠物理过滤、紫外光和氯气杀菌，再不是的就要提提大家记得煲水先好饮用食用。另一类的水质污染是化学污染，化学污染可以是因为水源污染，亦可以是因为供水系统的物料、煮食工具和食具的物料而引致。当工厂和农场对于污水排放没有完善的处理，就很有可能会污染了水源。同时当城市人口密度增加，清洁剂、药物、汽车油污等都有机会流入水源。当动物、植物生长于污染的水源，有毒的物质亦会累积在肉类和蔬菜水果，有时更因为长时期的累积，所以会是更高的浓度，对人类更为有害。节约用水固然重要，但是水质专家会提你永远不要饮头啖水，尤其是当你无法知道喉管和水龙头的质素。政府的供水一般都会在消毒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供水过程之中经过的水管，特别是入了私人物业之后，就很难全面监管。如果水管、水喉、接驳位和水龙头含铅，食水就会有铅的污染。停在水管的时间越长，含铅量就会越高。由于体重比例和处于发育阶段的关系，铅毒对于小朋友的伤害最大，受影响的小朋友有可能会在智力发展方面有永久的伤害。铅毒对于大人和小朋友都会影响到肾脏、心脏和血液循环、神经系统以及生殖系统。除了铅之外，透过不同方式的污染，水里面还可能有砷、镉、钴和水银等重金属。雅佳净水并不是一间以销售网络或者宣传策略而自豪的公司，我们相信的只是专业，专业的科技知识、专业的业界认证、专业质素的产品、专业的服务态度。雅佳净水创办人 Michael Chiu 是北美第一位同时拥有美国水质协会 WQA 最高级认可水质专家和 The Indoor Air Quality Association IAQA 室内空气环保师专业资格的专家。雅佳净水所代理的产品均为北美及全球顶尖的品牌，而且代理每项产品之前都会先以用家身份使用，证明产品功能质量合格，先会正式代理推广。雅佳净水由最高级认可水质专家、室内空气环保师 Michael Chiu 主理。雅佳净水，生活基本之专。